啊，走。有吗？确定？有了，走。好，快点，不然它又要没电了。我先走。哎，有要转弯吗？走最右边嘛。哦。Thank you.
我的脸要僵掉了。我的脸要僵掉了。那就滑一下。没有啦，没有，还可以滑啦。我就觉得还好。要不要滑一次这边的黑的？其实我不知道那个黑的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刚看下面好像没有很少。对啊。那谁知道里面是一堆树，还是一堆什么？应该不会一堆树，很少雪场画线是画在树里面。你那群主是谁把你加进去的？那我要把省电把它关掉。反正坐缆车不重要。关就关了。那你再要不要开？我们按到。我去啊！你没有按到。